问案啊？一句口中忧系嘛？有冇有位兄弟暗棒善存啊？客家出嗬？啊 ，Daddy saya ucap dengan bahasa dialect lah Hakka di Ampang. Ngadi ke Ampang ki ke Kok Fui Yen lah. Ake Fui Yen ikin tau hoi YB Juraida Kamarudin ikin ha tau hoi cho awi lo. Ngadi pun ki jak jong sang. Ki tong thai ka zao siu lah. YB Zuraida Kamarudin, ahli-ahli majlis yang daripada MPAJ itu iaitu rakan-rakan saya, Encik Rosli dari pejabat ADUN Cempaka dan juga member-member dari JKP, Teratai, Cempaka dan Lembah Jaya. Kewek, tajia wan shang hao. 很开心今天看到有这么多人出现在这个庆祝中秋节的这个晚上，跟我们一起欢乐。那么小妹呢，做这个市议员第17区的这个地方的市议员是第二年，第一年我们错过了第一次的中秋节，这个第二年呢，我们得到我们民间的建议。 就是九二八这个茶餐室的一个建议，他们本来是叫我们庆祝这个国庆日，但是呢，当时我跟他讲，因为刚刚发生了这个照明符的事件呐，所以我们巴克丹拉亚就是我们明年的所有的同志都没有这个心情庆祝这个国庆日，所以把它押迟到。 庆祝中秋节，那么各位，我代表的是民联政府，在雪州，我们执政的雪州出任这个市议员，所以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我们也是人民的这个可以说是仆人，我们是为你们各位服务的，在地方上，地方政府就是由市议员来代劳。 那么，州议员有州议员的工作，国会议员有国会议员的工作。那么，今天呢，这个中秋节的晚会呢，我们可以顺利的举行，是因为我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们安邦新村，板凳地方的，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这一个社区的文化的水平和素养。 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所提供的120分钟的节目，全部都是跟文化有关的，就是多元文化的表演和歌唱。那么待会儿我们当然也会游行，等一下还有烟花可以让大家欣赏的。等一下我们的这些还会有两位的行政议员，雪州的行政议员会到来。 所以请大家呢，就是今天晚上尽情的共欢。那么如果日常生活有什么问题，我们的 JKP 17，也就是我领导的 JKP 17，我们有一个办公室是在安邦校友会。接下来本月份呢，10月份，我们还会开另外一间办公室。 是在外面这条路，要去板凳引道这条路上，在那个吃鱼头米粉旁边的一个Day One，我们今天这个月呢还会开一个办公室在那边，所以我们这个17区呢就有两个办公室，以后呢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大家可以到这个办公室去呢，就是接触我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明年政府呢？我们在安邦加亚呢，希望各位人民啊，就是说我们的市民啊，也是要尽市民的义务哦。缴门牌税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你们中了3万哦。
不要想到说啊，你们给钱人家去疏通，不要，尽量就不要种小麦省钱啦、啊、如果是有种也要省下那个钱，不要去这样子哈、哦、我们就缴，因为我们要推行的是良好的市民啊，也是要推行这个良好的市民啊、哦、因为有马来同胞，我们就讲几句啊、Persen Berhad malam ini tajuknya adalah semua berkaitan dengan kebudayaan, kerana negara kita adalah negara yang berbagai kaum, dan kita juga appreciate lah, kita sayang kata selalu kita menyanyi rasa sayang itu itu mempentingkan relationship di antara persahabatan lah, di antara kaum-kaum. Jadi kita kata kita kena faham satu salah seorang lain. Jadi kita bagi persembahan yang multiracial supaya semua orang tahu ada apa culture dia dan juga macam mana culture dia. Inilah tajuk malam ini. Dan juga Kongzhen Yuanrong lah. Kongzhen Yuanrong, kita kata Kongzhen Yuanrong, Kongzhen itu keadilan lah. Yuanrong 就是包容啊，圆融 bermakna kita sayang sama we pay respect on others, pay respect on others, itu 圆融，公正圆融周期晚会是这个原因哦，我们是这样子来解释啦。那希望大家有一个欢乐的晚上，以后呢，我也希望可以带给这个社区更多更多有关文化方面的提升。我们那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呢，可以在良好的环境、良好的文化里面成长。那也希望各位做家长的或者是市民的，我们也要做我们的孩子的良好的榜样，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谢谢。